下去他让他喷。Thank you.
耐磨钢的机，它厚度刚好 5mm，啊，它越来越薄啊，到最后是 3.5， 5到 3.5 这样。 它刀锋很均匀的，均匀的热，哎，均匀的热度，安尼起来刀啊较会水，头啊尾啊到尾拢都来都较均匀啊。 刀锋，有的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还有产生了白的，哎，刀锋是白的，嗯。
对头到尾拢拢是小肠的。婴儿油可以吃没关系，但是植物油，所以说你这个，你那切的沙西米哦，保养用婴儿油。OK 了哈。我擦擦了，您好的。